好，我们来学习，我们看这首诗啊，宿建德家，移舟泊也，移舟泊烟渚，日暮客商停。
一个是墨梅吧，我家里面其实都是各种花草淡墨痕底墨。会把这个结构拿来盘点啊。这是投资啊，投资这个两股啊，基本上是点在一条线上的啊，这是个数据。墨是呢，我们把它那个黑土啊，黑的这个对比的图层给它放自己的拉大啊。
石油经济的乾坤。调度国家机关的工作注意力。好，我们这一课就上到这里。